在参加全运会都没有时间谈恋爱。不过青春恋爱倒是一样。现在身边如果有人喜欢你，不会就是有时间跟他谈恋爱，还是不会就拒绝？2000 years later。没有啊，说真的，我认识我周遭身边的人，我觉得都不会，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。很多人会失望。对啊，但是你对女性已经失望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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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没有。你是过分帅气的外表。对啊，可能十年之后，搞不好还就是。再说，真的再说，对。因为近期一直传出好消息，你有祝福他吗？我有看到新闻，对啊，那就对啊，祝福他。那你可以接受那个新关系，睡前记忆没有做。好了啦，没有了啦，不是 ending 了。对，这个这面墙，讲一下这个吧。对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他。1314万颗，然后取其中拼出来的。对。谢谢。我会开课。我比好像会比较贵，贵的点哦。还是有不同的老师。你要专业，我可以提供专业。你要需要照顾小孩，就陪小孩玩。我本身有小孩，我也可以去照顾他们小孩。你知道小孩是什么？大人。对啊，就看他小什么。舒适证件我们可以帮你打折。男模会馆，男模会馆啦，太早了。对啊，太早了。